好不好？一起出来玩。我们呢，现在在噔噔临海，要来买小白虾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要去钓一些菜鱼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先来挑小白虾喽。阿贝，阿贝啊，阿贝，我突然出现一个阿贝。阿贝在河蟹啊，都在吃啊。好，好，先放进来吗？应该够了，不行，要先付钱。我要先付钱。不用付钱哦。不是啦，塑料袋拿起来啦。哎，这网子是正确的吗？对啊，对对对。这样子、喔。对，然后要装水。OK。哦。哪会动啊？要假装弱女子好不好？弱女子。偏偏就是恰着我。有在重训的人，那你要让我开车吗？不要。哦，这两个没关系是不是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咻到达目的地，这里是海岸海钓场。好，我们今天钓综合。综合。因为我们菜嘛。对，我们菜是在钓菜鱼嘛。没有，他讲自己的啦。是听说他这两天综合池钓况还不错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想说来试看看，应该有鱼吃的。对，但通常听到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来钓都没有钓好，别人都钓得好，就只有跳过我们那边，然后就不赢。怎么回事、啊？试看看，打破魔咒。好，走走。啊，不会绑线组怎么办？没事。论述脱离之术，我姐姐开个开溜溜溜溜溜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我怎么会拿这个？我不是在家睡觉啊！你干嘛没事把我召唤出来啊？Go 开单，然后它的消费方式综合池是3小时1500，可续单半节，就是200元2个小时。1200元啊！哦，1200元，200元没看到。我想说200元2小时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1200元2个小时，然后如果你一次开4小时是2000元。然后它的高级池，虽然我们今天没钓，还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是3小时2500，再续单半节2个小时是2000元。老板，我要开单。哦，好。我要。基本是3小时嘛，综合池3小时。好，我先看他钓怎样，我们要不要考虑要不要下竿？什么？没事。什么啊？他说什么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好像很屁一样？你很屁。我说谢爸刚刚好像很屁一样啊。你刚刚讲什么啊？哦，我在看你钓的怎么样，我在考虑要不要下竿，不要浪费钱。因为跟龟仙女出来是要有心理准备。哎哎，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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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跟水流跑都没在看。没了。有啦，怎么会没？啊，捞网嘞？啊，捞网在。已经盯着。盯着盯着盯好，盯好盯好了。你要盯到他拿捞网来啊！盯哦，阿贝。可以直接引吧，他都可以直接引吧。你再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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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卷。再卷，再卷，再卷。大只。阿贝，快点呐，阿贝。一个不大只。金仓，金仓，金仓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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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壶，开壶，好快哦！金仓，杆断了。希望我的杆子等下不要出现这个声音。快呀！有有有有，中了中了中了！抖动，金仓看到了，
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鲈鱼啊。鲈鱼。哎、欸，阿贝，鲈鱼，阿贝，你这边乱跑。鲈鱼啊。银花鲈啊。哇，好大只哦。哇，大的哎、欸。给老弟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是你钩子断掉了。哦，是他咬断我的线，不是他脱钩，是咬断的。哎，阿贝，你是说没绑好啊？看来我这个忍术练的还不够熟练。现在召唤台客之类的。他怎么断的？断啊！你看。对啊。动啊动啊动啊动！哦，还要发呆啊？看别人的标、啊，还要人家声控啊？你自己在钓鱼，还在看别人的标？对啊。就稍微看一下哦，这是什么？银花鲈。银花鲈。可以哦，三只哎，半个小时。哦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大只的，龙胆。哎、欸，还要把线咬断了啦！不是，你们怎么一言不合就把我钩子咬断了？我觉得刚刚那一只应该是龙虎吧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大只。来，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刚刚说来，你过来，你好像要揍我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来来，来你过来，来了我来了，好像要揍我，好可怕。你就坐这边就好了。哦。你没有钓还是自带龟气啊？我一定要中一只鱼就对了。每次跟老谢来啊，钓况好的都是旁边那个。怪我的虾不新鲜，这位阿伯才一下就在挂机了。看来你的新鲜的虾也不怎么样。快啊！钓鱼就是要有耐心。你们这两个小屁孩。哇，好无聊，想看鱼哦。真好饿啊！哎、欸，中了中了，阿贝，阿贝你在看哪？阿贝，哦，哦，有了，哦，贵仙人开壶，哦，开壶开壶，对呀，到底是什么鱼，让它不归呢？啊，你干嘛？打什么？有搞哦，为什么它要飞过来打我？你有病吧？没有拍到吗？有啊。很烦呢，玫瑰了哦，是什么？杆子还你，银花鲈，这样就还我，玫瑰就好啦，一直说我龟，好啦好啦，你证明了，你就是一点龟而已，喂，我证明我玫瑰就好，证明，哎、有，我、哦，刚按就有，哎。不是啦，阿伯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们很忙哎、欸。小色啦。啊，这个也可以。银花鲈。银花鲈。哎！收到。真的假的？有喂。金木鲈，银花鲈，银花鲈啦，逗了一下，哎，有了，还
海卡出动，海卡出动。鲈鱼杀手，阿里头鲈鱼就很多嘛。这个开枪很凶哎。鲈鱼杀手，不要给我乱取称号。有鱼，哦，叫你拉回来就冲鱼是怎样？勾到了，没有，因为鲈鱼会追了。我跟你说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这是大只哦，对，叼着，等一下，等它没力了再卷。金仓啊，金仓啊！等一下，双攻哦，哇！双公斤仓啊！那你知道什么拉这么久了？哇！双公斤仓啊！这个双公了啦！好强哦！我怎么捞到一只还一直在游？另外一个还在动。对，就是你捞了，然后我的线还在跑。完工啦，这么猛哦，只是要拉回来。他说你怎么拉那么久，龙胆哦，还在旁边，这吃瓜民众还在旁边说拉那么久龙胆哦。最后五分钟啊，快点，好，下课鱼看有没有，估计是很难，嘿嘿。有味，可以，这是剪得很漂亮，哇，金沙鲈鱼啊，这是鲈鱼吗？没有，欠的。好强哦！哇，这是大只哦！你再过去要龙胆的线喽。好。线太多了。好。银花鲈耶！完了，哎呦，它是还有活力，它是吧？怎么感觉一直在看重播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这观众怀疑。哦。连三拉三。掉呢。连三拉三，这不用看，一定是那个银花鲈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都知道了，一定是银花鲈了，不用看的。又重播了，没有，这是三，第三个下课鱼，下课前三只。我还以为师母啊。师母啊。银花鲈了啦！我的头打好了，进来就收拾你了。谢谢。银花鲈不用看的。掉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掉。没掉的。还在。好，那银花鲈。
好啊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要去交单了。耶、yeah, ！银花炉杀手，五分钟下课，鱼钓了几只？四只还五只？四只啦，四只。五分钟钓四只银花炉，牛逼！观众都以为我们在重播。交单，还有网子，谢谢。喂，谢谢。我们要算鱼，可是好像有点重哎、欸。不要整笼掉下去、欸。喂。好了。你要。我拉咯。好。哇哦。哎，干嘛？不是，很会喷哎、欸。哇哦。算啊，你拿去水槽拖，拖过去水槽那边。啊，拖用拖的吗？对啊，用拖的、啊，拖过去水槽那边。啊，偏重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们要怎么算？倒下去啊。这个是不是？在默默的算哦，没有，我都快睡着了。怎样？一直中鱼很无聊。而且都要中同一种鱼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全部都是银花鲈。竟然有19只。我海钓场啊，没钓过那么多。哇，还好我今天没下竿，要不然又要被套丝袜。yeah! 我跟你讲，奶哥以后想吃鱼就带他来钓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回去那个鱼钓，那可是我有打过一次。我上次跟他去抢吃鱼，一只都没有，还是要买的呢。你等一下偷偷问一下老板，问一下他今天鱼是不是都放空了？喂，他怎么知道？全部都不咬，就只有你在钓，好扯哦。刚刚旁边没咬吗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咬啊。没听隔壁大哥讲，弄不爱嘎嘎啦嘎哩，全部都在看你那边，看你表演。啊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这样很难得，因为我最近钓也都钓不好啊。难得哦，钓什么两只的啦？啊，那是虾，五啊，对，两只啊。今天我也钓，今天的三小时钓的比虾还多。对啦，这样都最多啦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今天没有要吃播嘛？没有的啦，你要吃生的可以啊，生鱼片。是不用嘛，因为人家厨房也没开始。他这边没厨房啊？哦，这边人家这边根本是没厨房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是海岸海钓场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钓具你是用什么？伊库达。伊库达，因为其实每次钓观众都会问，然后伊库达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讲，我们用的钓具是伊库达，这样这有写。对。对，伊库达，然后线组120270，就海钓场一般的线组啦，都长短都三尾的。对。然后。基本3000型，基本的啦。对，基本的。那个1000多块的。我们今天当配备大概也就2000吧，因为争议就常常在框听空康，我今天就不用买太好，我今天一支竿会变两支竿，对，然后那个利鲁也不用用太好了，因为它都放在地上都锵哇 K 掉，所以不用太好，随便就好了。我今天还好，我今天只有一次，好不好？今天配备组起来大概不到3000块，配组起来不用3000块。掉两次你就回本。我想说，你怎么突然讲佩佩猪？你是陪你女儿看佩佩猪？我女儿已经脱离佩佩猪的年代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那也没吃播，那我们也就差不多到这了。今天不用吃播拖时间了啦。今天就一直重复那个动作，有没有？一直重播，一直重播，看你拉鱼就饱了，要吃播。你知道刚刚哪个还讲什么？他说他我在钓他快睡着。他说因为一直钓重复的鱼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嘿嘿，今天大丰收吧，算吧，3小时19只算大丰收。还好有我这个福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啦。哎、欸。
简单的来跟大家讲，希望我的频道观众朋友们记得帮我开启订阅、爱心、小铃铛。哎呀，我在讲对，小铃铛，还有什么分享？还有老谢的生活日常，记得也点赞订阅。我这个福星，这段剪掉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我是福星。